那呢哦，我都不啉酒，还是不啉酒，不啉酒。啊，好啊，阿玲，想输想啉哦，哦，来，苏志全的要不？要是点点嘛？我给，我牛你。卖胸臭皮哦！耶，是呀，娘嘞！好，我啊，干这嘴边干，你是在作弊哦！熊贵和男，爱花爱花，来来，干听我的。好，还唔够这是套旧呢，这是不会娘。好，坐坐去，坐坐去。你也输袂起啊，卖啉啊，啊，生理也卖讲。阿三，我啉啊。你知影小春有回我信息无？啊，一定是落在爸爸的办公室。那边传的消息，拢听董事长的指示，把陈协理灌醉啊，所以得按照计划进行。把小春灌醉 ，Kevin 是咧讲啥？因拢有清扫粉尘哦，人灌醉不要紧。袂当下药啊！翕相，马上休了有转正。重点，袂当搞到上个小村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这件有特别安排三个查甫囡仔到内场做行动，而且有特别交代，只有三个查甫囡仔会当卡到陈雪莉呢。原来这一切拢是爸对小村设的局。冠杰，先走哟。袂用的，若是即马我甲爸冤起来，万一予爸甲 Kevin 拖掉就无好啊。即马上重要就是找到小春。对啊，我找无手机啊啦，较紧张，即下无拢问着你爸啊。你是无用啊，我等你办公室啦。小春，接电话啊！你赶紧接电话啦！我家在手机也无放过机，先来查伊的定位。你甲咱哦，三个转转。金主爱咱哦翕一个哦，伊出轨劈腿哦，八百斤伫我面床顶的相片。我看到你把我杀。好，我准备。再过好啊，难过死。平手姐应该不现在要紧吧？五哥。五哥啥？你哪敢把我讲出去哦？你都要气我吗？啥？兄弟啊！哎呀，喝醉！你们对小春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哎呦！没拍我那边咯，我靠边讲崩的啦，既然开机又叫我做这代志的啦。我真正是什么都没做啊！起来，形象起来，啊，起来坐下，我讲啊。
我跟你讲，哦，你可冷静点。阿伯，公司根本就无赖上这个客户，对无？我原本今仔日想讲，若是会当甲赖上这个 case 摕落来，都会当当作感谢阿伯无反对我甲冠杰做伙。结果你煞设计我，你想做变安尼对待我？冠杰，原来你有听到 Kevin 甲我讲的话。对，我无甲你拆破面，是我正着急要救小春。爸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为什么安尼对付小春啊？虽然讲你有叫迄个赖尚卖卡掉小春，啊，不过迄款人根本就无你甲信道的。你知影无？小春差一点仔就互人欺负安尼。我明明我都甲因讲，个人爱靠分寸的，所以我阿伯，找伊来名声足重要诶。就算你讨厌我，你无介意我，你看我无拢不要紧。我到底是做唔着啥物代志，互你安尼对付我？我原本讲廖春讲我好好伫咧大姐上班，就会当得到你的肯定，原来以前拢是一笑诶。小春，我从来都唔捌想过讲，我要对付你，要伤害你。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保护？要哪保护？把伊的名声毁掉？爸，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。阿伯，你堂堂一个董事长，你想要对付我，你有足侪方式。啊，不过你偏偏选择迄种上糟蹋人的方式。你安尼做是为着啥？敢就敢那是为着要拆散我甲冠杰？之前我甲冠杰做伙的时阵，我原本了准讲，你会马上主动我，阻止我甲冠杰做伙。啊，不过你无，你点都对我真好。我伫咧仓库差一点仔受伤，是你救我的。你阁送我去病院，送我转去厝的，你完全无气焰。阮家甲恁真正差足多，你甚至阁为着要让阮住较好诶，所以讲你要送阮一间厝。你对我、对阮妈、对阮公拢足好咧。我伫咧食饭诶时阵，一直维护阮妈，我是真正足感激诶，因为从来毋捌有人对阮家遮尼好。我坐出事，我都无看开我诶爸爸，所以就伫咧。阿伯，你对我遐尼好的时阵，我就会想着阮爸。我想讲，那是阮爸还在的，伊是不是也会亲像你安尼照顾我、关心我，让我甲阮妈阁有阮哥过好日子？是的，金辉，你的查某囝本来就应该交予我来保护，啊，不过我却无好好照顾伊。让伊这么伤心、艰苦，是的，金辉。陈小春，你真正有够大明星的呢！我早就跟你警告过啊，你的家世背景跟我冠杰无适合，所以两个人根本就无适配。你今麦竟然够孝顺，要叫姚母一声爸爸，你到底倒位来的自信啊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放开伊的手，我一定会跟伊结婚。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都会这样做。姚母，你跟陈小春讲好清楚，叫伊别再对冠杰高高低低。这个陈小春，就是跟伊妈妈同款，敢那会遐假可怜？你就是看不清楚伊的真面目，才会让伊骗到玲珑色。阿母，你要安怎讲我拢不要紧，啊，不过你莫讲我妈妈遐去。对，我就是无喜欢你，我自头到尾就是无喜欢你，我就是无爱你到冠杰来哦。是你家己听无？
这必要母对你用手段，让你知影。妈！妈，放开啊！婆婆，你放开啦！有啥物话你放开才讲好无？我唔怕。爸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是不是真正反对我跟小春做伙？只有甲陈家切断所有的关系，法国一边才袂找到任何可能的线索，知影讲静辉是何害死的代志。啊，若无死到冠杰甲小春，伊若知影，一定会真痛苦的。小春，我真正袂当搁再和恁继续做伙。有听到啊？你死死离开阮家，所以阿伯，你之前对我的好，阿哥有对阮妈的关心，你拢只是伫演戏。安尼我了解啊。快点，快点！既然你无法度接受小春，那安尼我就甲小春做伙行，离开公司，离开这间厝。你为了一个查某人，你甲我讲你要离开这间厝，你要甲我断绝所有的关系，是恁逼我的。哪里我就拍死这只狐狸精，甲我死瓜加盐啊！你畜生！好啦，好完啦！是袂好吃，我死瓜加。我要用我这条老命跟伊拼，你跟我是无情用啊！住手啦！用我！我讲好啊，咱卖怕啦，卖怕啦，好无啦？冠杰，妈妈妈妈这么爱你，你真正要放三回啦！冠杰，你想卖遐尼粗暴？你老了，安大恁爸爸妈妈，哪会代志？以后再跟我讲。你是在创啥？啊？爸，妈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爸爸妈妈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目睭紧紧看心爱的人离开。你袂当的啦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袂后悔。等你愿意接受小春的时阵，我才转来跪的，甲你回信的。冠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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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啊，我去啊。你放心啦，真紧伊就会后悔，真紧伊就会规个顶来求咱啦。